当互咱发财、赚大钱，啊，佫会当保全家平安嘛。嗯，安尼是会当做无无。小弟安尼我来接。金樹啊，啊，伊娶到迄个外籍个新娘，我伫讲啥，伊听拢无，啊，听累呢。啊，秀霞嘞，秀霞佫伊个玉婷摕药啊，吼，若要安尼吼，赚较侪钱嘛无够用。好啦，你莫细细念啦，哎呦！歹势歹势，我拄仔伫甲我迄个囝讲话，啊，结婚吼，一边是爱开偌济钱呢？好，咱要食早顿吼，安尼爱目镜也拔起来，嘿。阿妈，老早。老早。把这个起来。哦，好。啊，刚刚要吃啥？无，你要吃啊？啊，迄个船啊，船啊，船啊，迄块有吃无？我嘛唔知呢。哈哈，你到今天唔知伊在烧什么哦？伊在烧什么？正过去祖阿遐签着合彩啊啦。哦，啊，但伊在签着合彩呢。其实这个囡仔是袂歹。袂歹是你讲的，那会签着合彩就是无好啦。迄囡仔就是歹囡仔啦。唔通生气，以后要靠伊呢。哦阿嬤，我即马就是要甲你照顾啊，你毋免惊，无人互你挖苦。互我挖苦？你个翁真了咧走个路欠钱，啊你居然来互我挖苦？啊你个外国神哦，也无得甲咱兜保庇啦。哇，这好找我倒来啊啦！哦，啊即马是几点啊？啊你流到遮水茫茫，啊做甲水着形个，啊这是要，这囡仔是要安怎迄落啦？俊啊，我甲你讲，迄个病病你都无咧听呢。我只是甲朋友出咧一下啊，尔啦。一下啊，伊毋是爱你，含你做伙，伊爱你的钱啦。恁爸安尼面乱，趁你安尼几啊工开。你知影像我啦，去读册、做工课、趁钱较实在啦。其实哦，何必开钱伫查囡仔顶悬咧？查囡仔饲大汉，嫁人，趁钱互别人，也无要趁钱互我啦。饲查甫较差不多。阿妈。每一个囡仔吼，拢有伊的价值啦。那我签着四类的，我着好个啊。我若好个吼，我着照顾恁大家。照顾阮大家，啊你唔着讲恁爸拢无咧甲恁照顾啦。哈，啊我嘛开钱让你去娶一个外籍的呢。讲的是真话。你上好较细致的啦，唔通规天甲咱交你的朋友在外面在乌白费啦。你是安怎？你感觉咱兜善家足见笑的吗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啊。阿兄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！我足讨厌伊个，不管是吼，都叫一伙叫做高尚个款。伊只不过是一个查囡仔尔尔，你莫安尼甲伊计较吼。阿姨阿姨啊，你干啥？我有遐侪钱呢。阿俊啊，你哪有遐侪钱呢？我甲头个借个呀。啊，遮侪钱，你若输啊，你哪有遐侪钱通好还人啊？袂啦，袂输啦，我有去庙里求名牌，袂输啦。啊，遮侪钱呢，遮侪钱呢。
妈。嗯，发生什么代志，秀霞？啊，你还来伫遮咧？阿妈，你去过遮济庙，拜遮济神，结睏的时，煞拢无平安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伫睏眠梦尔呐。阿妈，你去庙里拜拜，求好运的神要控制咱，只有耶稣会拯救咱，予咱自由。咱台湾人哦，唔免你阿多个神去耶稣，你去睏。妈，你好好睏啊！阿爸天父，请你帮助头的，唔通阁伤害阿兄，嘛会当予阿兄莫阁签着合彩啊！嘛，请你帮助阿爸甲阿丽啊！因的感情会当较好嘞，让因的心软软，会当受感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小吉，我们今天去游泳好吗？我今天想去游泳。咱就要想办法，看会当互恁阿哥吼离开遐个，干那要食唔讨趁遐个朋友。阿爸，我会替伊祈祷，请耶稣带咱斗三工。你敢真正相信你伫拜迄个外国神耶稣吗？是啊，自从吼我信耶稣、读圣经了，我的性命就拢无共款安尼。啊，无帮衬啊。加减啦，啊咱吼就知影咱有一个外国就好啊。阿爸，信耶稣真正好啦。哎，今仔咱开始知影吼。对对啊，哎，今仔财政开奖，你看卖。哎。讲白讲。啊。那就无对呢，无对。无对啦，啊，无对啦，无对啦。会讲代志啊？会要赶紧来走。是哦，要不走？哎，阿头诶，今仔借个钱，人就要还我。啊，我明仔载就还你啊啦。哦，要明仔载要还我。嘿啦，啊，若无还我，还剁脚剁手啊。问啦，我明仔载一定还你啦。够有影？真诶啦。阿丽啊，阿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咧甲你讲，你都无咧听哟。你是嫌我伤老啊？哟，袂当做恁翁哟。阿爸，你来拢无咧厉害啦！莫遮歹啦！你是歹个，都是安尼尔尔，大概就做许代志安尼。我叫伊莫做许代志。阿即摆是咧甲我教哟，你要甲我讲一寡耶稣个故事哟。阿爸，我会甲教啦，伊只是足想厝个，所以心内足艰苦个。伊是我用钱买转来呢。爸，伊是爱你疼惜伊，毋是安尼甲吵架啦。真啊，啊你这面卡安尼，啊，着目口欠人足济钱个，啊无用人，人要剁脚剁手啦。剁脚剁手。啊！你心啊是起来，搁变安尼，我较搁有迄钱通互你。唉。
雨婷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个人，伊足好个，啊，伊身躯嘛足勇诶。啊，毋过伊足可怜诶，拢无朋友。伊诶名叫做撒该。撒该伊真有钱。有一日吼，耶稣去到一个所在，足侪人拢足想要看伊诶。撒该伊嘛想要看伊，啊，毋过人有够侪。撒该伊阁足矮，伊看袂着耶稣。后来伊发现讲有一丛树啊。伊准爬去哩树仔顶，想要伫树仔顶等耶稣。伊会当爬起哩，表示伊个身躯绝对是足好个。耶稣来到树仔脚，伊举口甲撒该讲：“撒该，你紧紧落来，因暗我要带恁兜。”撒该全足欢喜个走落来，暗过足济人拢足生气个，因为撒该个遮有钱，是因为伊拢甲大家捡东西，互大家生活拢足歹过个。迄个时阵，撒该阁徛伫耶稣的面头前，伊阁甲耶稣讲哦：“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帮助遐个善恰人。假使讲我若有讲歪，甲人骗，我就要四倍还伊。”耶稣伊阁甲撒该讲：“今日叫要恁家恁兜，我来就是要拯救啊，阁有超多失丧的人。”雨婷啊，今日故事讲到遮。你想是安怎世界会改变呢？因为伊有拄着耶稣啦。是啊，因为世界伊有拄着耶稣，伊知影伊毋对啊，所以伊的心内足艰苦的。虽然伊的外表看来是足有福气的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是足空虚、足可怜的。我敢会使做耶稣？会使。爸，欸，你哪会知影这个故事的答案？我知影，我对阿丽也无好，我嘛无帮助恁阿兄。我足济代志拢无顺利，我心内无平安。我看你吼，拄到遐尼济代志，嘛是遐尼快乐，也无烦恼。阿爸，再等我回来，咱再过来讲。我即马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去接。我相信我一遍啦，我一定会着死青啦。无可能啊！你钱无先还我，我哪要搁借你？啊！我想着啊，我阿姊吼足好个啊，我会使甲因家的阿伯门甲开开。啊！你着找我就好，叫我去客。阮家的人唔相信我啦，伊会认为是我偷客的啦。啊！我嘛无相信你啊。再把车开回来，我一脚袋也袂记得摕出来，你入去帮我摕好吧？好啊，啊，你放伫倒个？放伫桌仔脚。
细腻，较细腻嘞。阿妈，我回来啊！我回来。啊，先坐咧。是安怎？不用讲啦。哎呦，啊，我哪无？阿妈，啊，我走囝嘞，我无看伊。伊去咧困啊呢，你唔烦恼伊。你目睭有较袂疼吼？嗯。好佳哉。啊，拄只吼，警察有来巡过，伊讲咱迄后壁门啊。无像是去互撬开的呢，而且我非常确定，我要出去的时阵，我一定是把门串好势，我才走的啊。你有把门锁好？对啊。暗着人咧闭开，叫你开个开。犯事哦。哎、欸，啊妹妹，啊你的目睭哪安尼？啊是有人甲你拍的哦。迄个人哦，若我找到哦，我一定甲电甲金死死的。你才会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？是毋是搁你咧变鬼变怪，还是咧变肉？俊啊，是毋是你叫人开的啊？阿妹问啊，是毋是你开的啦？啊，迄个，是毋是啦？是啦，啊，着我欠人足侪钱的，啊，无闲人，人要甲我剁脚剁手啦。我是甲你这个了尾仔囝，你家出去。妈，莫起性地啦，莫起性地啦。阿孙的啊，阿孙的。啊，发电话入来，我咧听一下电话咧。我甲生甲迄个囡仔呢？阿爸，我阁甲伊讲一个有关系龙子回头的故事。你是要阁甲我讲迄个杀鸡号啦？哦，你莫甲我烦啦，哦，我睏袂起啊。较早有一个老爸，伊有两个囝，啊，伊细汉的迄个后生，甲伊阿爸讲：阿爸，我想要去外口拍拼，你教我应该给我迄份上好我啦。反正你定讲嘛是爱分给我。因老爸佮佮伊的迄份财产予伊啊，啊伊摕着遐钱了，佮出去啊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摕着遐钱，佮伊的朋友去车花宴乐，真紧遐钱佮咱摆了了啊。啊伊的朋友嘛一下一下离开伊啊。安尼毋着你讲阿俊啊，伊的朋友嘛是一个一个离开伊啊。哎呀，啊伊后来哦佮拢无钱啊，啊伊只好去找头路，啊毋过工课佮足歹找的，啊伊只好最后去用请饲猪的，啊毋过迄当时。搁拄啊拄着闹饥荒，拢无通啊食，伊足落魄个，啊最后竟然搁啊夹猪手食呢。伊后来个想通啊，伊想讲，我若把食好个，啊长工请个食一下，每一个生活拢过得比我搁啊好。我煞伫个遮个艰苦，我要转来去，转去甲阮阿爸讲，阿爸，我毋堪去做你个后生，你予我做你个长工一个就好啊。伊搁转去啊。后来，阮阿爸远远看到伊回来时，就安那，就用本单啊消气啊。毋是啦，伊走过甲揽呢，啊，佫足欢喜的，讲要办桌请人客。嗯，迄着奇怪啊喏。嘿啊，啊因大汉后生嘛感觉足奇怪，佫足生气的，啊讲无爱做伙去庆祝啊。因大汉囝佫甲因阿爸讲：“阿爸，我伫你的身躯边遮久啊，啊你从来拢毋捌为我办桌请我的朋友，啊即届小弟回来。”你嘛知伊家己拢败了了，你煞伊要为伊办桌。阿爸，你敢知因老爸安怎甲伊回答？我哪知伊安怎讲？因老爸佮甲因囝讲：囝个啊，你一直伫我个身躯边，我所有一切拢是你个。啊，即届恁小弟回来，佮咱亲像死去佮活，胖去佮回来，所以我当然欢喜啊庆祝啊。阿爸。这个故事就是在讲一个真正的神，伊就哪亲像咱的老爸，我拢一定原谅安俊啊，你嘛要原谅伊。你哪会当期待我原谅伊啊？爸，我知影你足想要改变你对待阿丽的方式，你敢无期待伊嘛会当原谅你吗？你讲的是真有道理啦，哦，耶稣甲你教迄济吼，安尼讲的关，哪亲像讲的关的我的故事同款。因为哦，我逐工拢在祈祷啊，请耶稣甲咱斗三工。阿麦当好我将伊的故事讲予恁听。啊，你爱食土豆无？这台湾的土豆吼，那真出名呢吼，这一粒予你食，哎。我嘛想，真爱咱厝的吼，会当有平安、有快乐，哦，啊，互你嘛心内会足快乐，哦，啊，互咱的家庭会当安尼和谐，哦，我是真正尽量
哦，我咧厝里闹什么代志，我嘛先来斗三工。哎，阮回来啊！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迄个头家去抓伊啊！即摆恁大家吼有相信讲耶稣真正会听咱的祈祷，互咱平安啊吼？那咱阿顺啊吼，莫过去跋筊啦，莫欠着目屎，我着相信耶稣真正厉害。我看真济代志啊，但是耶稣的代志吼，我着想要加听一寡。阿爸，真的啦，耶稣真正改变我的生命足济。咱是毋是来想一个办法吼？啊，看会当让阿俊来离开伊迄阵歹朋友未？嗯，我看你安尼嘛像咧改变咧啊！哦，因为这个困难，让咱全家会当安尼靠做伙啊，我是感觉足好奇，足好诶。啊，我搁想着一个故事啊啦。大汉的吼，伊在做工；，啊，迄细汉的吼，伊就想要出去外口食头路。啊，就甲因爸爸讲吼：“阿爸，啊，你钱给我。”好，啊，因爸爸就钱给伊呢。啊，伊就客哦，就出去做工。啊，伊出去吼，去交到遐歹囝囡仔，食薰、啉酒、跋筊，一寡钱拢安那输了了。那么钱？无钱啊，够可怜的呢，无钱啊，巴肚枵啊，无通食，所以伊就去用请。请你，哎呦，对，哦，用请一支哦。